制度度人，制度是一种能力，度人是一种格局。弱者忽视，寸步难行；强者搭桥，度人度己。人与人之间的最好关系，就是彼此成就，共荣共益，与你共勉之。制度是一种能力，度人是一种格局。弱者忽视，寸步难行；强者搭桥，度人度己。人与人之间的最好关系，就是彼此成就，共荣共益，与你共勉之。